你甲八千万，互你要互你迄个户头，愈滚愈好。我那时甲我讲，夫人，您得啦。你妈妈呢？一透早就为着这个代志生气，因为都算讲你生气，嘛敢那会当气你家己啊？就是因为哦，你无注意，所以要违约金8000万，连本带利爱赔。啊，卡叔讲吼，你若是想要听话你家己，煞无法度下手。你放心，你会当交予我这超完美管家来执行啊。啊，看你希望吼，我把你的头，还是甲你掠去弄掉。哎，张姐，这退火养肝茶是 turbo 的哦，是我专工替夫人你准备啊。因为我知影，我一个人吼，若是气家己吼，是外镜头的时阵，迄火气是白出，火山爆发的。我今晚总算知影，是咱许忠心一直想要跟你离婚。多谢夫人，你这么关心我的代志啊！啊，为着要回报夫人，那呢，我就要好好安慰夫人一下。我不说你安慰。夫人啊，其实吼，钱财乃身外之物。啊！你迄八千万是放伫个工程款专户内底，啊，毋是像迄绿碳公司的专户哦，消失在浩瀚宇宙当中。所以啊，你迄钱算起来嘛，算是保本。你点去？重点是，何况这八千万，而且阁是公爵迄个冤大头替你啦，啊，毋是你家己的钱啊！我真正毋知你是咧气啥咧。嘿嘿，无拍到，出去啦！浩宇。夫人吼，伊即马拄咧为着迄违约金8000万的代志咧使性地，啊，你若是无其他的代志哦，上好是较慢则来，较免扫地红太白啊。王副董的只是叫好药行，为何是咱？这有甚物好生气？所以我无怪别人啊，我是咧气我家己。浩宇，你即马是一雷当属电话，你搁点要哪做就哪做，我都无意见。那呢，咱就照合约，照聘照聘。这个月我拢无看到贝拉，伊去新加坡出差。伊即马有新公司出差，负担敢毋收当？像咱即马的，我要哪叫我的员工做代志，伊都拢有意见。小英是个性足善良的，伊只是好意问一下尔。啊，毋过伊关心贝拉，啥足奇怪。贝拉有泽凯因啊，伊得就反感的。啊，谁那这么样样才关心你？贝拉确定迄是泽凯的囡仔，贝拉是有翁的老母。没话顾得当这绒毛川子啊，到时就得让确定，这个囡仔是咪泽凯啊？周志豪伊比泽凯更加大颗，所以小周周应该买早甲比小凯凯更加慢。安尼是啥物时阵要做绒毛川子？我甲浩宇哥嘛在在场，谁那恁在在场？因为我唔相信贝拉，我爱亲目睭确定迄个囡仔是泽凯。谁恁才要紧？这个囡仔是唔是泽凯的？因为你还爱泽凯，你即马是浩宇的太太呢。你伫伊面头前安尼讲敢好？无啥物唔好，我甲小英拢真关心这个结果。就算讲小英无讲，我嘛会讲。安尼，我敢会当嘛做伙去啊？我真正就好奇的，迄鬼娃车子是要安怎验证的？我一世人都唔捌看过，而且我以后嘛应该是无机会啊。夫人啊，你都给我开开眼界好不？拜托拜托。这不是我当决定的，有心的人不是我，你家一定问爸啦。好笑，你当初后背背有心的时阵，你嘛无经过伊的同意啊？这嘛都要朋友，是不是同意有外人在场？不是我当决定的。你拢会当请朋友替你做这么奇怪的代志啊？这个代志哪有可能做袂到？时间要赶上才去讲啊！这夫人，你是安怎？敢是爱来八千万给你相骗？你有要紧无？我无代志啦，胃疼老毛病啊。我想来看姑娘，才过来公司。等我一下，我跟你做伙去。你是惊我甲姑娘安怎哟？我已经几啊天无看阿公啊，我想要来看伊。
你才找时间过去看伊啦。今仔你先把我要紧的代志处理好势，较免王乐先搁来乱。我先来。老公，你江若楠跟他真正是身体不爽快呢，伊为天的表情，可能不是假的呢。就算讲不是假，你嘛唔免伤过烦恼。啊，人唔是拢讲祸害一千年，所以吼婚姻是绝对袂有代志的。啊，不过顶多有一点吼，感觉就可以的。多一点？伊平常时是话希望加一寡时间会当甲恁两个人相处，啊，不过伊拄则是拒绝你甲伊做伙去病院的，安尼真正伤过反常啊。对啊，去违约金的代志根本就唔免你亲身去处理。伊敢若无想要和你甲伊做伙去看公爵呢？我看，我带伊去看麦，看麦伊搁咧变啥物鬼。老公，安尼你也较细腻哦。嗯，我知。嗯。这是我的资金，你慢点讲。不管用我这钱，拜托，一定要叫我困了。夫人，你安怎？安怎不爽快？是不是最近生活压力较大？其实我前几天嘛，有做健康检查啦，医生讲我的胃有乌影，那不是叫你想想听起来。我嘛差点忘袂记啊！夫人，你一定要尽早去做一下彻底检查。我遮有迄时阵做的健康检查报告，你给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好。你吃。这胃部的乌影，有可能是溃疡，嘛有可能是肿瘤。那时阵看报告的时阵，医生嘛是安尼讲的。我认为你嘛是提早去做一下彻底检查，安尼是对你较好啊。阿爸，你检查出来，那真正是无好物件嘞。即马困了，还搁咧昏迷，我一定爱替伊甲汉家家业收好掉，绝对袂当伫这时阵倒落去的。而且。我好心嘛，拄倒来我身躯边尔。无什么代志啊，比你身体健康啊较重要。我的好心对我来讲是上重要的。就算讲我真正得歹命啊，我嘛爱利用我最后时间，替我好心把江山泡好，好以后食穿拢免烦恼，安尼才会当弥补我对伊的亏欠。你认为你以后是失相啊？在哪间有倒一个做爸母的，无咧替伊囝儿是失相的？只要伊拿好就好啊。我嘛是认为你尽早去做一个彻底检查，身体健康，安尼你才有较侪时间去陪伴你的囝。想想对对。